今天啊，我们来到了呼和浩特的水利学院。听说啊，这个地方晚上闹鬼啊，所以专门凌晨过来看一下。围着这个建筑转了一圈，都是这样的铁丝网啊，进不去啊。然后转到正门，如果正门再进不去的话，那就进不去了。来看一下吧，这个门啊也是全都封死了。上面都是一些涂鸦，全都是这样的铁丝网，看来进不去吗？哎，这个地方，哎，这个地方可以进去啊，给人打开了。好，我们进去看一下。哇，别进来，有鬼，真有鬼。哇哦！这个是一个什么呀？哎，这是什么地方呢？团结奋进，博学上思。千万别进。哇！这么多脚印呀！这个黑板啊都已经拆掉了，空荡荡的，什么都没有啊！你像这些线啊都拆了，拆的比较彻底。去楼上。墙上尽是一些涂鸦，看这些碎玻璃。里边东西搬的比较干净，包括桌椅，这些线呀都给拆掉了。这是二楼210、215。哇哦！这是什么呀？电热恒温干燥箱，哟。这是什么呀？还有血呢。看这个滴的形状的话，应该是流鼻血了，从高处往下落的。先去楼顶，楼顶再下来。这儿有一只死掉的鸟，看这个形状的话，应该是斑鸠。这边的斑鸠它这个颜色要白一些，你像往南一点，或者是山东河北那边，
它这个斑鬣的颜色要深一些。贼有意思，那是个鬼。再上去，侠盗刘玲。哦，这边又到楼顶了。这个教室还挺大的，这个地方还在门呢。哇，一个杂物室，哦，他这些桌子都放在这儿了。看这是个什么呀？上边还有个小阁楼呢。看这个门，给人给踹着都变形了。哎呀，到顶了！一共是这个是五楼，五楼上边还有一个小阁楼，还挺大的。那边还有一个桌子呢，哎，那边好像有人。刚才听到有搬东西的声音，Hello，有人不？有没有人？哎，刚才我听到这边有声音。没人吗？难道是听错了？哎，奇怪了啊！